好，以后笔法上老师都会用时钟来讲，其实之前也是用时钟，那电脑上比较大比较好教。你觉得你是错在哪里？是写得很漂亮但是错了，为什么老师说你错了？好，它的短横应该是 这里这个圆圈圈里面的哪一段？短横应该从哪里写？指给我看没关系，你写写看从哪里。好，不是短横，不是那里。 你用这个线来，是哪一段？这样写吗？还是这样写？哪里？短横呢？短横要这样啊？是哪一段？不知道，我跟你讲啊，哈，老师撇啊，那没有，那比较难哈。短横是这里，长横是这一段，知道吗？好，你看一下、哦、你的短横你写到哪里去了？正确的应该是从哪里写？能不能往下走？不能坠机哦。你写的是哪一段？你跟我讲。你这样写的，你写的是哪一段？你是没有，你那是从哪里写？你自己看，你掉下去耶，你是从哪里写？好，你是这样写，这样是错的。那应该从哪里写？正确的要从哪里写？不能坠机。好，对，从这里，然后慢慢的往上。好，所以你做一次动作来。你这个也是啊，你第二笔，因为我看你这样子会去撞地板的，飞机撞地板好吗？那里面都死翘翘。好，再一次来，平的之后，然后就慢慢的往上。好，第二笔要写正确哦。好，去。